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做伙为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第二中尊，皈依净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第二中尊，皈依净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第二中尊，皈依净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，第一零八四页啊，一零八四页倒算第三行，佛对佛法救助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给咱的使命。请看经文，当令是法有住不灭，当见其智无得非实，无得为妄，精简经法。这六句，咱来看念落的注解。当知佛理之道，修在当令是法久住不灭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念落在这地提醒咱，佛理之道，普遍利益一切众生。咱常讲的一切有情的众生，动物，包括范围真大，普遍，这里内底包含着百草、树木、山河、大地、万事万法。用什么普利？道是道路，是道理，修在当令是法久住不灭，大多数的同修因拢爱修福。什么是真正的福报呢？你若是不知道，你也无得修起啊。这地甲咱指出来了，修在这两字重要啊。
第一就是在当灵修法救助不灭，这法就是呢知一部经，就好积累功德。这拜的第一条，如何会予伊救助不免？古人道经唐朝迄个时阵，印刷术还未发明，文字流通拢靠手写的。咱伫历史上会看到，现在印刷术发达了，大量的翻译，普遍的来流通，功德无量啊！印经的风气提起来咯，大家拢知影。我伫年轻的时阵，看到印光大师提倡，这个老大人甲十方的供养，要做一件代志，印经。啊，家己开一间风化社，就是啊，印珠啦，印佛经，印善书，啊，哪个有？倒一个地区发生灾难，雨灾啦，水灾啦，然后吸收的对。印经的这款款项内底，要有村呢提出来救灾，我看到非常受感动，所以我一生为老大人，啊是十方供养，只做一件代志。就是印经，印真多啊！这58年，大藏经印几落千套，我的目标是印10万套，大概嘛有7000-8000套。有你10万套无远咯，我会该完成。啊，除了印经以外，啊，无人去读，无人去研究，无人去讲解。经典搁较侪，无人看有，这是大问题啊！啊，要安怎呢？爱办学啊，爱培养接班人，这比啥物搁较重要啊！啊，英国人。
应开始了，开始培养宗教教学的师资。我看了真欢喜，我看到也佩服啊，赞叹。佛法，还有其他宗教，咱以其当人，咱知影讲众生一体，宗教是一家。所以我以平等心、恭敬心对待所有的宗教。希望所有宗教的信徒都会能理解伊的经典，知影讲要安怎来修行啊？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思想，这叫做修行。啊，根据什么？根据经典。经典是正知正见、正行，甲经典相违背，这行为错误了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都有经典呐，每一部经典都有概率。佛法讲经律论，律专讲律咧，内底有讲经；经文内底专讲经咧，有带着讲戒律咧。所以经律论啊，永远是离袂开的。我用一种的手段来教化众生，来个这个教化一代一代传落去，咱都爱知影通感恩啊。咱来知影讲伫内无容易啊，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、多师大德，因个悲心，自显化他，甲大众做榜样。啊，大量个书写、印刷、流通，利益后世，不。这个经常讲的积功累德啊，功德累积的功德，以从灵识化救助不灭为第一啊，为灵救助古文动见其志，这个大家坚持啊，你一定爱做，愈做愈好，时间愈长愈好，爱坚持啊。无得回信，唔通啊，毁灭，唔通让这个法集团。是呢，这个意思上解当，唔通让伊啊集团呐。弘法、传法、经典、印上经典。一定要收到无地为梦，必定就是
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，菩萨留下来成为论，佛传下来佮称作经，佛门有经，有戒律，有论，叫经律论三藏啊。论是过去在家出家在菩萨大德人修行的总结的。解释经典，决定无过失，无错误，这就是无得为妄啊！逐字逐句拢是有依据，毋念落，敢做出好榜样啊！你看伊写这部无人受敬的注解。为着处世如大众，逐字逐句拢嘛有来历。老嘛毋是随随便便写诶，毋是依照家己意思写诶。你甲看每一段，伊句出来，这是对倒一部经，这是对倒一部古德大德诶著作。拢讲出来处啊！啊，实际上，老技术是有修有证的，也讲是用家己的话来讲，人唔相信。我用的拢是经典，拢是古代的。关于的误解，只有在《大藏经》内底。这个就是无得为妄啊！精简经法，精是经上无的，你加入去的；简是经上有，你家省略去了。这嘛是未用的，所以是离经一理便当魔术，逐字逐句拢嘛有根据，拢来历，绝对未离经。多数大家修学报告。著作，咱来解啊，当作经同款的来看待。遐个人是有修有证的，很难可贵啊。咱来把这个物件甲传落去，啊，真正发这个心，过去。家在家，学习经教的人真多。看未出会有失传的现象，现在都毋是安尼咯。到咱即个时代，咱详细个观察记起。十年，十年，后一个十年，比袂着头前十年。我这一生也算袂歹，我着钢筋的人，在家出家。大做钢筋，衣柜庄严，予人看到真恭敬心。
现在有无？无咯。现在感情无依归咯。为什么？为着是要争取时间，工作无闲，时间有限，所以依归。就性咯，啊啦，这附近的规矩，开镜头前，衣柜的这么时间，大概就40分钟。然后再讲到经文，现在把头前这个隆重给升起来。实际上来讲，无性会用你袂？会用你啊？除非伫不得已的情形下，应该都爱有啊？为什么？甲人的孝敬的心。个画起来，依归是对佛的恭敬，对法的恭敬，对恭敬法师的恭敬啊！一份恭敬得到一份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到十分利益。所以古人定的这个制度，千年万世，希望佛法未衰，用啊真多好的方法啦，时时刻刻提醒咱孝亲尊师。啊！现在就算讲学经教，无个人喜欢的恭敬心，所以得到利益少啊。有问题真多啊，拢值得咱认真的。去反省，去思考啊！要安怎才会甲古早时阵这仪轨啊，做一个恢复起来？后一句，该离经一离，便当魔术。这是也唔落，特别提醒人，感情教学，拢唔通离经一离。换一句讲，达理达句，拢有来处。伊家己甲咱做了上介好诶榜样，就是这部经诶注解。啊，伊讲诶，伊做到咯。咱去看下面诶一段，庄严修仙求生。六字对现在人来讲，真正太重要了。常念唔通中断，时时刻刻爱念，念什么？修仙，求生净土，
那念着修仙，拄着仙师，欢欢喜喜去做好事。但是无求生净土，来生人天果报，未当出六道轮回。所以啊，一定要了解求生，念念把咱的断恶修行的功德，归向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为什么断恶？我为什么修仙？都是为着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安得着啊？咱来看下面的这八句经文：常念不绝，即得道解；因啊，得着的经，佛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也应随行，正修福善，有生精彩。但真正想要学佛，想要有啥成就，这句话一时一刻拢唔通去忘记哩。常念，念念不忘。咱啊，成就的道业就真正快速。这个是捷径，特别啊，就是这个法门，信愿之名。念念拢是阿弥陀佛，无海贤老的想，一句好好念了92年，一日啊拢无间断呢。念了92年，你看往生偌自在。你念到什么程度？咱看到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你一心不乱，你一心就定于无相中内面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海贤老和尚有见性无？有啊，真正明心见性，伊家己无讲，但虽然无讲，通达佛法的人，观察诸事，都看会出来。你问伊，伊袂承认；啊，咱是伫边仔观察的人，念佛的功夫三定，所现的呢是功夫行片。功夫成片，就是念佛的时阵无杂念入去，无妄想，就是一句佛号的成片，一句煞一句，都有资格往生。
什么时候想要往生又佛，我拢会帮助你。确实有未少的，到个这功夫，想要还阁有，会安怎？想要无爱咯？要十年、二十年拢嘛无爱咯？我即卖就来去。阿弥陀佛，真慈悲，真正带去咯。净土圣贤咯，往生端来宾啊，是真多咯。咱看了真多念佛咧，三十外岁都去咯，是不是寿命都向长尔？也讲未通，肯定有长岁寿的。为什么拢是三年就往生？寿命无爱咯。这个娑婆世界太苦啊！啊，一天来去极乐世界，真跟阿弥陀佛。真正会去啊，佛真慈悲，真带伊去咯。但海贤老和尚念佛念了九十二年，是毋是个寿命较长？我毋相信，我认为伊个寿命甲普通人拢差不多，七老八十。即辈十岁，但系活到一百十二岁呢？有任务，即、这个信息伊透互咱。伊讲伊看了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要求在往生，我甲伊讲，伊修甲真好。收得未歹，加大几领，唔通急要往生，加大几领，甲佛门弟子做一个好榜样。换一句话讲，阿弥陀佛给伊这个任务，叫伊甲念佛的人做一个好榜样。伊是奉命。就命延长咯，而且伊有讲咯，阿弥陀佛甲约定，当时伊看到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六要合法行》，唯有精湛经，阿弥陀佛啦，就来接伊去往生。伊个信徒未少，拢是真正念佛的人。常常来看老和尚，上山拢炸一点仔物件互伊，从来都毋捌看到人炸猪来。啊，伊看到人来，检查一下看有带啥物件，最重要就是看讲有带猪无。拢无啊！一百十二岁，两千共十三年，一月那年时阵，真正有人炸一本书，伊就看到有一本书，伊就问讲伊什么书？炸书的人嘛，唔是讲要互伊看。咱老和尚唔捌字，无读书，一生无念过一部经，我们来对仪轨，伊完全唔知，早暗课伊未晓做，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你上经伊念佛。因做发挥，伊伫边啊嘛是念佛，
伊个符号不敢断，特别是有加持力，真正难得啊！咱看两类注解，右边的经一共八句，这八句实实在在是全经的总结，那就特别重要咯。临终修行的功效，啊，照这八句。去修行，正宗的妙处啊！你全部拢掌握着，头一个常念不绝，就是这句。海贤老和尚甲咱做出。最后的榜样，到这二年，你们修什么？常念不绝了。所以，伊拉讲往生，第三十岁就到条件往生了，就一心不乱啦。我想，伊三十岁左右，一心不乱。一个四十岁，你心是大彻大悟，人心见性的，一切通达咯，那经法通达咯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也嘛拢通达咯，只是伊无讲，伊无露出来，无人知影。别人赞叹伊都无欢喜，伊也嘛是袂讲啊。如果来对讲，一八句经文是全经的总结，净宗修行的功要。虽然诸佛所说之登行，无处。各种，无论是经、登行，都是咧讲经。实在讲经到这个所在就讲完了，所以呢，啊，各地处各故，是为净宗之为傲故，全经总结啊，净土这个宗派，这个教学。到这地的课程就拢上完了，但爱特别的爱记哩。啊，这个尾后回顾为佛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也应随行。说法，咱这听法爱会记哩，依教奉行。终极目标是将修福善有生净土，有生净土。这八字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啊，这个八句，意思，这种定做定现，如来必中和盘托出，念到这个注解，注解真好，总结个干净利落。头头第一句，常念不绝者，常念
手指上念本经，由本经往生正因品中，开始头一句就闻，闻处经典，就此特相，书写供养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彼刹。正是处处相念不绝之意啊！空气也太好了，那非是小行。这篇经里底讲，有处经中先得思想，咱这一生都嘛希望拄着好老师，希望这一生学习会有成就，互人满意的成就，往生极乐世界。读书册丢袂会啊，伫倒位，这部经都是读书。啊，读书都是释迦牟尼佛，帮助咱的读书有足够。阿莲基老基师足够，念做老基师是足够，一个读书两位足够。读书嘛会当讲是阿弥陀佛。成就了，这几句话，修持特相，住下供养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彼刹。这四句都是常念不绝了。我看下面。就菩提基品，拢是本经的经文，又出发，不听闻故，无极业菩萨退转，而了堕入三藐三菩提。这是啊。我们的故事业障重啊，在人生当中有机会拄到这部经，有机会听闻这个法门，无处法不听闻故，会转咯。不是别人啊，是菩萨呢。菩萨替转菩提心，会变做什么？你拿阿罗汉，变做辟支佛了。我们读了三藐三菩提，反正中国意思无上正定正觉，无量多罗是无上，印度是无上，三藐正定，三菩提正觉。菩提心提起咯，又有众生无处经典，住下头经，用
周琦。学上有师有庆，为他演说，这就是你无办法把一部经对头到尾讲一遍，互人听。会讲一遍，功德更加大。每当咧讲几句啊，讲几段，为他演说。演是你家己的修行做出来给伊看，就是讲净观其名，表演出来给伊看。说呢，是甲这个经内底意思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为他演说。于林临终。大师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满中大喜，一领超过金碧国土。这个就不得了了，功德有多大呢？不得这地举一个比如。三千大千世界，满中大喜，这是什么？这世界有形诸坏空，这是坏相啊！啊，科学家所讲的宇宙大爆炸了，那太阳系无去了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爆炸了，咱来相信科学家探测，知影讲有这款代志，距离咱太远咯，无影响到咱。那大的星系爆炸了，满中大喜。一切拢毁灭咯！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，有生净土的人，也超过啊！对伊来讲无代志，如何伊会去极乐世界去？阿弥陀来接引你去啊！金碧国土，世尊离心无尽。我、是普遍接受一切众生，一日都未老，那就是因这因果，归含机缘，因缘以其念本经为劝导人，咱来感恩，咱来记哩。经中所宣说的，正是一心万海啊，那里方明的无上大法。修行念了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，真心相信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的。真正有极乐世界，真正有阿弥陀佛，咱只要真心切愿、恳切的愿望，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。不可思议啊！所以，当你弘明。是佛法里面无上大法，不是普通法。大家拢骂个这个疏忽了，
你们这太简单。咱迄囡仔，对咱们老太太拢嘛会晓念，无错，是安尼。因会晓念，因有成就，咱自以为是的错过迄个机会咯。咱啊，不如遐阿公阿嬷，阿公阿嬷，你甲看卖，伊一工到暗，手里提着念珠无停呢。也是你也不可能好榜样嘞。玲玲，修行人，但你唔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啥物？更恶咯，更恶啥物？净愿之名，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有这么好的代志啊，这个信息对于天顶落下来啊，只要你灵性，你马上发愿求生，这句佛号常续不断，你就会成功，你就圆满咯。千经万论，又何别人去摸啦？我不如人，我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只求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。功德就圆满了，唔通认为家己聪明，因为念佛的是阿公阿嬷，唔是咱修的，咱来学道啊，经大论，转错咯。大经大论是学遐个对念佛无信心的人引起学的，念佛有信心的人。你没有学这个，都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下面啊，刷落去就讲咯，一向专念，但令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净土的心。菩提是觉悟，真正觉悟咯。你现在拄着这个法门，你安怎下去呢？下去就是对这个不相信，那就无办法咯。我和你去教海，不怕大海，你慢慢来去摸索就好咯。真正相信。会行这条路，无法大海河别人去行啦。咱行捷径就够了。现在中国提倡一带啊一路，行捷径啊，一带一路就是一向专念。无觉悟的人，伊唔相信，所以一定爱觉悟。有捷径啊，政府是有捷径的，政府会当予咱一生圆满成就。你有相信无？你相信，你就会走上路咯。一向专念，你得往生，万寿万期啊！一个都未老去，我的行人啊，就去出境家，即应依靠奉行，不好混会。
真是这个经真正的圆满。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深信切愿，是何名号？菩提上念不绝，究竟所至，即在上念出一句名号呀，不绝者，正念上计呀。令人不能尽息发心，老是念佛，为此一句念念相继，即必定如念向人，心有旁气，临命终时不来接引，慈悲加油，令心不乱，决定往生，定定不退，完成四套究竟涅槃，故佛诸事常念不绝，即得道见啦。这是信速啊，快乐的路啊，是未弯弯的啊。这经是为之名一法，乃修行之经路。老师之名，即得道尽速呀。第一，净观其名之化，心作心事，故教因心故得道捷。因为出其名念佛之法，是弥陀大愿之本，最易下手，最易成就，故称易行法，号定中之境也。所谓境中境有境，都知这个法门。难啊，咱无量劫来，这生去拄着，所以阿莲基老基师头一摆拄着无量寿经，念着这些经文，欢喜啊，真欢喜啊，无办形容呢，规日规暝。迄个欢喜心拢嘛，现前啦，无消息，就不知足多知，家己庆祝家己这一生会当啊脱离六道轮回咯，会当往生极乐世界，去极乐世界去做婚啦。真大欢喜啊！阿莲公表演给咱看了，真欢喜的。咱也未到迄种欢喜心，问题就认为咱无把这个法门看清楚，真看清楚，欢喜心就会生出来。知影讲无量劫的轮回，到这一生就中断了，我就超越，未过去轮回了。这个就不得了了，甲常常观想的人讲经，就讲这段就好啊，哪有遐麻烦呢？像是常常观，安贤老爷想这帮人是常常观。你的老师古明，你在会做该剃头，就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
伊真心真愿意真正成就了。今仔日咱就讲到这块。